我会害羞啊。我眼神很温柔，我有稍微被电到一下，心跳漏了几拍。老师，我刚刚只看到对方的善良。发挥。哇。是心动的感觉。我喜欢吃铁板烧，因为我喜欢吃铁板烧。你喜欢吃铁板烧吗？我喜欢吃那个会热热的食物。那你喜欢大阪烧吗？我也喜欢。然后一整片这样，哎，那下次去吃。好，日本吗？那么远哦。林珊和严又廷登上恋爱实境节目《我们恋爱吧三》，练习爱情，兴趣相似的他们也在短时间内拉近彼此距离。等一下，好的，这样子，这样子我会害羞啦。好，我现在很认真把你的样子记在脑海里。好，十秒，因为我觉得他的眼睛真的是很温柔，眼神很温柔，我有稍微被电到一下，心跳漏了几拍。老师，我刚刚只看到对方的善良。发挥。嗯，眼睛很大颗，眼型很像。因为我就是看到我很喜欢你那个眼角那边会这样勾上去。好，给你看我的。这是狗吧？对，这是狗。为什么你要？不是因为我从那时候在网络上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长得很像一只红贵宾，然后很萌，很可爱。三分钟开始。要带这个妆前往下一个地方。好啦，我下手轻一点。淡妆系的暗黑风都可以。好，那你眼睛闭闭。其实我今天最心动的那一瞬间，那个 moment 是他在帮我化妆的时候，还有轻轻的帮我撑着，然后那个 moment 我就觉得这个女生很体贴，很温柔，然后就是做事很细心这样子，然后就有瞬间被他吓到，我就觉得这个女生好像是真的可以有机会发展。我觉得你现在很适合站上小巨蛋，来吧，好，你坐下。你这个也太翘了，因为刚刚太翘了，这两，不是因为刚刚那个手的角度不太对。哎，换你是不是？换我喽。请坐。Hello， 那个歌手是暗黑风，因为我的暗黑风比较特殊。我其实很认真想帮他画好，但是我真的完全没画过妆，所以。第一笔的时候我就直接傻眼，我想说这个也太像胎记了吧，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画下去，就想好了，那错都错，那就错下去吧。好，那我照镜子哦。比较像吸血鬼一点。他根本就是在乱搞。没有，我觉得我画的。你们两个其实蛮。没有没有，我这个真的是给你走一个小巨蛋风，谁小巨蛋会画这样？但我这个是那个脏兮兮风吧。就是这样才好看啊，他颓帅风啊。你这个也，我觉得很有气势。很有气势是不是？很有气势。OK， 好吧。但我觉得今天你在我脸上画画的时候蛮可爱的，因为我觉得正常一个男生比较不敢这样子。你真的把我当自己人，就是大画特画，这样子相处起来是蛮自在的。哦。嗯，我觉得目前有80分哦，主要是因为他很温柔吧。嗯，我喜欢。对方很温柔，但我觉得我今天有一个微心动瞬间。那个他们给我们的任务是要互看10秒，其实我是有，就是紧张了一下。但讲认真的，我觉得我也有被你，touch到我的话，就是漏电一拍，有被你电到。我觉得可能还是认真的，好，你认真放电过来，然后我认真放电过去，然后1、2、3。好了，够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真的不行了。